开，谁人看会破？一心受尽情变卦，一世魂魄无留名，谁人做会到？无分无怨的。叹一声，心事百心痛，什么是宿命？一盏过一盏，一山过一山，回头一个看，回头真足痛。一阵风中冷冷的笑。你是安怎？无啊，无，无才奇怪嘞！啊，你为下晡回来，就心情无好到即马，你是不是甲文公冤家啊？哪有，我哪会甲文公冤家？啊无，你心情是咧要安怎？我嘛唔知影，今日我去文公因家。因大人拢咧忙因手头的工课，我无多甲因斗相共，嘛无人插我。忽然间，我感觉家己足孤单。我伫咧想，是毋是应该予文公转去细芬的身躯边？因两个人的家庭背景门当户对，伊事业上袂当相帮相请。慧芬，啊你哪安尼讲啦？我是看细芬伫咧帮文公处理事业上的代志，感觉处理甲真好势。哦，我知影啦。细芬去阿文公斗三工，你咧食醋吼？我毋是伫咧食醋，我是感觉要从海邦讨回来是一件真困难的工课。文公伊即摆需要的是一个当伫工课上甲伊斗三工的得力助手。为着文公的事业，我袂当自私啊！喂，文公，什么代志啊？你叫人送快递来，即摆伫外口哦。哦，好，我去开门。爱心快递。请接受。叫你阿妈，你哪会搁走来？阿囝，你来厝内看我，我咧无闲看股市的行情啦，所以拢无时间好好陪你。阿伯啊，你讲你要买点心，煞买啊人无看，我知你的心情足歹，所以我是专工来甲你回信的。文公，你莫安尼讲啦，应该是我爱甲你回信的才对。嗯，你哪安尼讲的？你育幼院有困难的时阵，你甲阮帮助遐尼济，即摆你有困难。我煞一点仔路用拢无，我真是感觉真袂得过。
做生意本来就不是你的专长啊，真会当怪。每一个查囡仔追求的幸福是忽强忽随，翁仔某本来就应该要有互相帮忙的能力。我发现，我根本就无资格做你的女朋友。你即摆意思是？为着你未来前途设想，你应该去找一个在事业上有法度跟你斗相共的得力助手来做你的牵手。我若需要得力助手，我只要开始请就请我。啊，不过真心的伴侣，并不是用钱就请来的。你知无？文公，是的啦，我不应该安尼患得患失，一再造成你的困扰。你对我有感情，唔只患得患失。你有我的困扰有偌济，就代表你对我的用情有偌济。你事业上。我确实需要得你的助手，啊，不过，若是要牵手做伙，同吃同款，共度一生的，请你莫怀疑，你就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你敢袂当替我考考妈妈，叫伊哦，莫阁跟我做伙上班啊啦？安怎？妈陪你敢唔好？唔是啦，是吼，伊逐天咧陪我上班，真正伤忝啦，我会歹势。免歹势啦，我相信哦，妈去陪你，伊家己啊，咪真欢喜啊。啊，唔过伊。妈。妈。来，就该啦，你泡面来。妈，我家己泡就好啊啦。嗯，啊，恁两个穿起都已经宽要困啦，免来去同伊泡面啦。妈，啊，你是咧灌大搞笑？再好啉这大碗的十三米，免来啉会着遐个牛奶啦。这有心的人哦，加啉宽牛奶，囡仔生出来皮肤该白泡泡又美美。来，给你。多谢妈。妈，你五十斤骨力疼。嗯。我看你以后还是莫陪有人去上班啊啦，伫厝里休困就好啊。嗯，迄要哪会使啊？迄万一恶心病人要对阮用人不利，啊，我这两个金孙要安怎？袂啦，妈，伊无遮好打啦，而且伫咧办公室有芊芊伫咧陪我，伊唔敢我袂来啦。哎呦，迄个芊芊。那三个伙伴，哎，做牛无够长，做条伤薄身呐，迄敢要做这料的哦？迄若乌心平塞一下就空卡去好啦，迄无我去哦，怕袂赢伊啦。哎呦，妈，啊你五十斤笑拢举袂起来，佫想要拍赢人哦？我看啊，你也是好好伫咧厝里静养，啊若无以后孙仔若是出事吼，你的手敢会起来？啊，当我拍袂赢，我甲站着我嘛欢喜。无睬你我生啊，你完全无了解恁老母的情感。嗯，免想要苦扛我。啊，你若惊我怕袂赢伊无，我就带细芬去办公室陪叫咱上班。啊，你唔就天下大乱啊！啊，好啦好啦，算早去啦。规定哦，你决定的代志啊，嘛无人会当阻挡。有人啊，我看你哦，就较细腻啊。若是看到妈妈跟吴新平在冤家相拍吼，你会闪较边仔的。人咧讲吼，看人食肉，唔通看人相拍。啊，若无，
去伸着拳头皮啊，唔就加衰。讲什么话？我听你的。哎，我唔细份，一个正家尖尖，一个喙齿来来，我绝对哦，甲白甲伊哦，血水擦擦滴。哎，讲到细份，也到今也未转来呢。妈，卡叔讲细份甲 George 真正互相意爱，你袂反对哈？怎讲的啊？伊若要真正嫁予迄只上钱哦，将来要搬去英国住。啊，我若要看查囝，就拢爱走英国去，迄哪算会好？那安尼，你以后就定定来出国啊，安尼咪真好。好啥？哎，安尼飞机就爱当公车坐啊呢，我毋着逐日飞来飞去。哈？你的意思是讲，细芬也是嫁人，你要逐天去看伊啊？当然的啊。那安尼啊，以后想做你的仔婿啊，一定会你欢喜。啊，无你遮来讲啥物话？哈？恁丈母嘛，毋是逐日来看玉兰，看到遮心煞大落来，安尼够烦。阿雄啊，听讲王阿邦雄最近买真济海邦的股票，你知影无？这我都无啥清楚啊。最近啊，海邦的股票哦，起啊足厉害，因买入的时机袂歹，应该哦，分摊袂少。我无本钱啊，这条阁赚唔到。你莫甲人戆惨了啦。啊，无钱敢袂用用心的是？你无听人讲，买好敢那古白饼。啊！若要败，参像水崩山。倒一间海邦的股票，若落到参像废纸，死到股票没了，要哭你都无目屎。你爱的人若不是阮，声声就爱阮寸，深深思念你。我对你情绵绵，不知是苦也是甜。大兄，你了人跟踪你吧？应该是无啦。大兄，我提醒你。卖阁买海邦的股票啊！你是不是已经停手啊？我已经将王家所有现金拢买海邦的股票。为什么啊？啊！你敢会烦恼吴新平放出的一假消息？因为我认为当阮如何，伊绝对袂讲白菜。既然伊认定讲伊对海邦有兴趣。那你海邦的股票就一定就去，而且我嘛真好奇啊，这吴新平是安怎牵着陈文豪这条线？我做伊的客囝，这年啊久着，我完全不知影讲伊甲陈文豪有咧来往。而且业界的人大拢知影，陈文豪做生意一向拢真规矩，我应该甲吴新平有来往才对啊。这个代志，我会去了解一下。咱投资土地开发案，即卖是彭水泉，也是姚金忠的事。是彭水泉提出来，这个姚金忠哦，反对甲足厉害。伊是烦恼吴新平会掏空海邦，将伊买因厝内底股份血本无归。而且我听讲，伊要召开临时的董事会，来阻止吴新平买土地。妈妈问你吼。海邦是毋是要开什么董事会啊？哦，你是讲临时董事会？早晚啦，早一个股东哦，会坎要讲啊，咧股票一直落，一定有人会跳出来要求讲哦，开临时董事会。啊，开这个董事会的时阵，咱厝内成员吼，啊，是毋是会当卖参加？妈有啥会甲阮讲，叫阮卖去参加临时董事会？伊哪会知影讲公司要召开临时董事会的代志？伊对公司的代志，伊向拢无管。敢讲，妈会知影啥物内情？大兄，啊你是咧想啥？无啦，
我是咧想，咱会当利用姚金忠甲彭水泉因两个矛盾，甲因两个白拍，做对咱有利的代志。这座彭水泉甲姚金忠的矛盾，我顺风使做啦。若是组织吴新平买土地的代志，我会尽力。但是咱讲好的，这二十几笔的土地开发案，你讲要单台评估再议，是安怎无经过我的印准，你就批准？姚总诶，你用这种口气咧甲我讲话，安尼叫做尊重啊？我教你啥物叫做尊重？就是我所谓决策，你好好啊落去执行，安尼就对啊。你真正要一人逆正人就对啦。好。我马上就召开临时董事会，对你提出无信任，我看你这个董事长的位，通阁坐会条。你安尼威胁董事长，敢是一个做总经理应该有的。大家既然坐共船，就应该心肝捡做伙才对。阿成，你当作恁爸仔囝咧想啥，我唔知呢。恁这几个人手。要甲海邦倒空，然后尻川跋跋做恁走，安尼阮这正办的董事，手底的股份要安怎？我无可能目睭金金看恁甲海邦母后倒啦。所以，从即摆开始，我要冻结所有预算甲支出，恁规定款款的离开海邦。姚金江，你可能去又袂记你总经理这个位置是啥物人给你的？你听清楚，我即摆就正式解除你伫海邦所有的职务，你即时离开海邦。你是凭啥物？凭我是当时的选出来当所长。既然朋友做袂成，要做敌人，我就无可能甲留伫我的身躯边来阻碍着我的成功。这个人事命令即时生效，你马上出去。林总啊，你马上先出去啦。吴新平，你今仔做这个决定，我绝对会予你得到报应。阿成，这我即摆就宣布，海邦总经理由你来做。当然，这才是明确的决定嘛。阿兄，恭喜哦！以后多多看相哦。无啦，靠我一个人哦，嘛袂当成功啦，阁唔望你协助咧。成功哦，属于大家。无唔对，成功是大家的功劳。水泉，以后甲阿兄好好配合，哈。阿兄，这是土地开发案的资料，你先摕去看，看有啥物意见。这件代志要马上进行，啊！多少？你放心，我的办事效率哦，一定让你满意。真好，
伫还要召开临时董事会进行，爱完成所有的交易。阿灿啊，阿土地交予阮来买，假使阮若是无买，一男的吴新平肯定会知影讲哦，我家成两个人哦有问题。你爱的人若不是阮，啥啥着爱阮寸，深深思念你，我对你情绵绵，不管是苦也是甜。鸡汤爱先啉，探秋。多谢妈。拜托，办公室唔好安尼装吼，你较当弄着阮金孙嘞。是嘞，阿金，你看。他即摆是安怎？阿成升起来做总经理，啊，这毋山内无好，搞咧做王哦。你遐伤紧张，先早去人踢下几步。我怎样唔知影？这用多才想嘛知，阿成是吴新平因后生啊，伊当然嘛想伊家己后生起来做总经理，安尼两个乌心怪白仔囝，唔可会当斗空搁做歹代。啊，你卡在后门口。总经理，咱是讲好的哦，股票一直落无起，咱来召开董事会。啊，即卖股票一直起，咱实在无道理吼，搁来召开临时董事会。哎，吴新平根本就无资格好做董事长，伊会甲海邦倒空啦。何总，当初你大力消停吴新平做海邦董事长的时候，你毋是安尼讲？为什么你又搁突然改变心意？我对不起恁大家啦，当初我都看唔着人，啊，即马补救搁会赴啊，啊，若无海邦就去了了呢。我无认为安尼啦，连汉文街大企业家陈文浩拢对有信心啦，咱董事长哦。人民阁这么快，平衡能力哦，海邦哦，只有好无歹啦，会赚较侪钱。啊，吴新平，我已经来看破下手啊，我即摆是咧救人呢。姚金章，天下个无看过你这款人，当时长一解读你的职务，你就随伫咧背后讲伊的歹话啊。叫我将土地案件接过来做，莫予任何人参与。我即马淡薄了解伊的意思。阿成，董事长敢会放手予你去做？即马除了吴新平以外，还阁有一个人想要脱走，彭水川。你怕什么啦？阿成，我有一个重要工课要你去做。什么重要工课啊？由你来负责买土地。啊？夭壽啊！即份工作你也叫我做，完成啊！即摆除了咱分工合作，会当挽回海邦以外，已经无任何人会当救海邦啊啦！假使讲咱袂用完全接手土地买卖哦，咱海邦就真正乌有去啊啦！咱即摆就来做啥？土地开发案，我同意你甲水泉接手。小仔，你坚持爱水泉退出。多少？我是安尼感觉啦。
彭水泉平常时就甲姚金忠打到足厉害，伊唔呐一概来找我，表示要对咱尽忠。一间公司有这种分化团结的人，我是感觉吼，无适合甲咱家属啊，搁较无应该会知影想这代志。尤其咱每一笔土地买卖介绍，若是会知影，到时咱老都会得掉的。咱只要将咱所赚的钱分一寡给伊，将伊的水赚的，何必让伊知影咱到底赚偌济？我同意。所以我想要改除伊伫公司的习惯，让伊做一个食便领请的员工。是讲，那安尼开发部门，你叫什么人来接手？张警官。伊。姐姐啊，今仔日请你来遮，是有几项代志。要来甲大家做伙来参详。大家即摆拢知影，阿成已经是海邦的总经理。即就表示讲，吴新平甲阿成因爸仔囝联手要来将海邦灭掉。照我本来的看法，甲应变，海邦是无遐尼紧就来拍无。还毋过，照眼前即个情形来看，我已经无十分的把握来顾着恁尴尬款。较早我就讲过啦，不管你安怎做，我拢支持你。钱了去，咱搁赚到。但是哦，绝对袂使搁乌心病安尼无法无天咯。姐姐啊，多谢你。阮讲即马有一套要甲乌心病到底的计划，啊，我将所有希望放在伊的身上，我全力来支持伊甲乌心病拼落去。假使各位有啥物意见？起码听我提出。安尼，文哥，你来向大家说明一下。各位，我的做法成功失败各占一半。
若无要甲恁见面，伊都有伊的顾虑。我若甲伊的住所讲互恁知，等于是出卖淑芬啊共款。啊，若安尼，你安尼才是真正歹势啊！你对我所有要求啊，我拢做甲到。你到底要安怎才肯甲淑芬啊人伫个什么所在？要安怎联络甲阮讲？讲实在啦，你安尼哦拖拖刷刷，是咧考验我的耐性，还是咧折磨阿芬阿哥？唉，但唔通安尼讲啦。我嘛是足希望你会当一家团圆。啊，你嘛知影咧，为着要找找淑芬啊，我是浪费偌济精神呢。新平兄，你想看卖啦？我若肯开一千万，刊报纸、电视广告，哼，是毋是有人啊？愿意提供线索，我相信你，是因为我伫个二条顶头啊，有看到阮阿兄提起要请你来做伊的伴娶，所以我嘛只有相信你，会当证实淑芬阿本人是啥。我无想要看报纸，引来一挂四界边界的人，来浪费着大家时间。看起来本豪已经无啥物耐心啊。我若是继续搁甲伊乌龙蛇道，伊的实力要找到淑芬，敢若参像桌顶泥甘共款。我不如做一个人情给伊。乌当司长，你嘛做一个好心的。你看我食到遮济岁啊，你若当予我的孙甲我见面，啊，你嘛算讲你做功德啊。哎呦，阿哥啊！啊！看你这伤心，我心肝内嘛真艰苦呢。这边哦，我就是拼着无顾朋友道义、无讲信用这种罪名，嘛爱甲淑芬来自首，甲恁讲啊。啊，无安尼啦，我搁找淑芬来一撮，我互伊知影讲哦，恁在找找伊的生意，看伊是毋是肯甲恁见面啦，吼。多谢你，多谢你。文豪啊，恁陈家的代志，就等于是我的代志共款。啊！我原来知影讲你最近买大约啊5%海邦的股票，你是不是当答应我啊？暂时卖处分处理这股份。新平兄，你甲阮陈家斗三工，你对我的要求我一拢做甲到，这是小可代志啦。目前哦，只有甲淑芬甲囡仔找到，这才是重要的。万事拜托你。好啦，今日我就过来找淑芬一撮，明仔载我一定给你消息，好。那呢呢，我无想搁交了你啊。啊，先行啦，好。莫怪陈文豪，我都做个总裁。一个开嘴甲我翕要登报纸，都逼我不得不甲淑芬的住所公讲出来。是讲，安尼嘛好啦，往家去闹一滚滚，无精神处理海邦的代志。即摆咱已经摕到土地买卖诸多款啊，收落来要安怎做？既然是院长负责，咱就请院长真正去买两遍。除了我有看过啊，南口还佫有孤山这两笔会当买啊。因为将来捷运若是通到南口，土地一定会起啊，其他拢袂用买。要毋过，咱若是无买土地，吴新平哦一定会起起心的。如果吴新平要求恁动作较紧的，那恁就做假的买卖契约给伊看。啊，不过，总讲伊也要看家境不好的话，对。我知影，我知影要安怎变做。确实讲哦，伊要动用到内底的钱，我嘛知影要安怎甲伊讲。万叔较细腻啊。另外，你即摆已经做总经理啊，我会摕你的身世来攻击乌心，这点你都有啥问题？当然是要安怎做，我一定做得配合。叫我对我宣布你甲吴新平的关系，那呢，伊就要赶紧躲抗海邦的阻塞。
后盖的代志就全部拢爱靠你啊。既然吴董事长伊感觉真为难，啊，咱也着安尼继续去找伊咧求伊啦。我会当吼开一下记者招待会，也是看一下报纸，自然都有人甲咱讲吼，秀芬人伫什么所在。你都无必要遮小气嘛。啊，你拄则毋是讲过，为了要避免一寡无必要麻烦，咱就等吴董事长消息啦。伊这个人吼，心思不正啦，伊拢要咱顺势吼。啊，讨一下人情啦，啊无吼，要开一个条件，我上无欢喜安尼啦。既然咱个是要求人吼，阿妈骨都去放较柔软的，好歹在心内，虽然不要小款待着。我是惊讲伊吼，会安尼清清采采去找一个人来假作是结婚，啊，咱到时阵要来知影对方是真还是假啦。这吴董事长哦，这业界风评也毋是介好啦。我有听人咧讲啦，讲这海邦哦是伊侵占来。咱也毋是讲吼，为着要找这淑芬吼，咱也着吼，甲伊当咧相交叉。总裁，外面有一个叫做王文广的人，讲要见你。王文广，我甲伊敢无熟识？啊，我甲伊敢有约？无，啊，不过伊讲伊是海邦前董事长王邦雄的后生。王邦雄的后生，哦。啊，毋着海邦的总经理啦，可能是为着股票代志来啦。我应该请你来。是。啊，无你有代志要讲，我先倒来休困。阿哥啊，不要紧啊，你阁少坐一下啦。我的工程吼，真紧就结束啦。啊。总裁，王先生来啊。嗯。陈总裁你好。我是王文广。你爱的人若不是阮，声声着爱阮寸，深深思念你，我对你情绵绵，不管是好也是甜。陈总裁你好，我是王文广。咱敢捌见过面，像陈总裁这种大人物，我哪有机会熟识啦？我是感觉甲你真面熟，而且哦，甲咱是真熟识。陈总裁，真歹势啦，我咧七帮八帮吼，走来交了你，啊，你搁对我这么好嘞，是我荣幸啦。啊，歹势，你有人客伫哦，真交了嘞。不要紧啦，这位是我阿哥。是你，阿妈，咱这拄好啦。我想袂到你是陈总裁阿哥，歹势啦。迄天来育幼院，我甲你讲话吼，阁遮尔无大无小，是了。哪会啦？迄一天吼，你甲我讲的话，真有道理，真宝贵呢。有影啦，我食到这年岁啊吼，你讲了真对。你的话吼，我拢会记的，我会考虑啦。阿哥，阿恁有熟识？嗯，阿爸毋是甲你讲过啊？迄一天，我去幼儿园，想要领养囡仔的代志，啊，拄到伊啊，真好心，警察就是伊甲我叫的啦。哦，想袂到，海邦的头家仔，过去幼儿园做义工呢。嗯，无啥啦。嗯，来，王总经理，请坐。多谢。坐。我即摆已经不是海邦的总经理啊，恁叫我文广就好了。王先生，唔知你有啥物指教？是安尼啦，我拢知影讲陈总裁最近买了真侪海邦的股份啊，啊唔知影讲陈总裁是毋是有意想要进入海邦的经营团队？无我就直接讲我的来意啊。海邦即摆的董事长吴新平是用非法的手段摕到经营权。今嘛，阮王家嘛积极想要将海邦摕倒转来，啊，唔知影讲陈总裁，你的股份是毋是支持吴新平？
你这么来的意思是爱我来支持您是无？难道呢是我唔忙啦？啊，总讲陈总裁，你只是想要投资尔，那呢，我愿意将你手头的股份全部买落来。目前我是还袂拍算的，不过，假使讲我若想要把股票卖掉，你绝对是第一人选啦。你当留一个联络的住址啦、电话啦，到时阵我再跟你联络。陈总裁，多谢你。陈总裁，其实我安尼做真正是为着你好啦。跟吴新平这种人合作啊，到尾啊一定血本无归啊。哈哈，海邦的财务健全，我袂烦恼啦。较早我爸经营的时阵，绝对是安尼啦。啊，那即摆我就唔敢讲啦。啊，无我先告辞啦。陈总裁，我期待你的。明仔载我去医药院，不得跟咱店面见面咯。阿妈，我因为你过，我先过去。王邦阳真好教囝，这么少年，应答啦、进退拢真有分寸。不过也这么放心啊，让伊做这个海邦的总经理。将来海邦若是当回管理来经营啊，一定风头大展。不然，甲小芬所生的囡仔嘛是应该有这年岁啊。伊是咱陈家的五房，我希望讲会当赶紧找到伊。嘛相信讲这个囡仔，伊一定有这能力来管理咱的事业。辛苦，来，饮点饮料。小芬，来。啊，我先。来。等下，等下。没了。安怎？我今仔海邦的股价安怎？无钱还搁咧起啊。你拍算什么时阵要卖掉？目前我未卖啦。即摆市面上买袂到咱的股票，那咧咱的股价就一定搁会起。安尼讲，你真有信心会当把海邦讨转来？啊，若无你明明就知影海邦你要予人投空啊，啊你搁敢买海邦的股票？嘿妈，无讲啊，啊你当时转来，拄转来，还有等，你创啊，慢菜，还有到啥讲无？免啦，我来就好啊。哦，喂，啊，我是啊，什么时阵？好啦，我先讲。哎妈，向凯来。哦，一个朋友啦，啊约我出去，过来打劫啥哦。哦。问你，你有感觉我妈最近怪怪的？敢有？我看不出来呢。我妈从来拢唔管公司的代志，啊，不过最近吼，伊说讲总共也召开临时董事会，伊叫咱拢莫去参加咧。啊，这毋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大家拢知伊是菩萨，伊不爱和人烧钱，这嘛最正常的啊。啊，不过上奇怪的是，伊叫咱大家拢莫甲黑心平计较。有一件代志哦，我想我应该甲你讲，啊，不过我有答应大娘，讲莫甲你讲。哟，你也无方便讲，我袂勉强你啊。前几工哦，我有看到大娘甲欧新平伫洗餐厅咧讲代志。